我哋有请下潘老师同我哋一起分享呢个课题。喂，好，听到啦。好，大家早晨啊，大家好，我是潘超慧老师，大家好。咁啊，問下有幾多位朋友今日係第一次嚟聽幸福人生講座？第一次嚟，好，啊都好多，都有好多朋友係即係嚟聽過咯。咁嚟聽過上個月我又好忙，上個月所以咧就冇嚟。上個月即係撞咗啲時間，我有嘢做，所以嚟唔到嚇。如果唔係咧，其實咧我好支持嘅，我幸福人生講座，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剛才黃老師都介紹過啦，咁我係一個小學嘅老師，仲係英文老師，咁大家知道英文老師咧就學西方嘅嘢噶嘛，學外國嘅嘢噶嘛，咁好多時咧，即係嗰個性格啊，咁都會學咗西方嘅，咁我都唔例外，因為我係一位英文老師，咁我嘅工作唔單止英文，即係淨係教，我仲要係即係組織，因為。我仲係英文科嘅科主任，即係成間學校啊，點樣帶動英文科嘅發展啊？咁我都要即係呢個都係我工作。咁以前咧，我就會應該會同而家，我教應該廿幾年書啦。咁以前咧，我應該會同而家時下嘅年青人咧，即係佢哋嘅諗法。而家我哋見下呢個社會嘅矛盾出嚟啦嚇，有啲年青人嘅諗法咧。同我哋上一輩嘅諗法咧，其實係有啲唔相同。咁我自己睇翻，我都會。如果我以前，我即係我仲係繼續係，如果我冇學啲新嘢，如果我冇學中華傳統文化咧，我應該個諗法都同佢哋好接近嘅。我應該都會去支持佢哋嘅嚇。咁但係如果當我學咗中華傳統文化之後咧，我發覺喂，原來我哋中華傳統文化係幾咁博大精深，原來咁多好嘅嘢。咁我相信咧，嗱，陣間我同你分享今朝嘅題目係比較輕鬆啲嘅，同埋今朝嘅題目咧，大家可以翻去即時都可以用嘅，或者陣間可能大家都可以即時即係用下嘅。今朝比較輕鬆啲，咁我哋可以互動啲，陣間有啲問題又可以即係大家輕鬆啲去問一下。因為其實咧，我都你知而家冬天啊，最舒服嘅地方就係個被竇，哇，真係好温暖。所以咧，今朝咧，但其實我今朝都好好想瞓多陣嘅，因為其實呢排咧都好忙，咁啲我都係琴晚先準備個課題，所以琴日咧，如果高醫生佢哋即係問我今日講咩，其實我都未諗到，未有空間去諗，因為琴日我又喺第二度又有工作嘅，咁變咗琴晚咧唔得啦，都要。做幾張 PowerPoint 嚇，都做幾張俾大家，除咗聽都有得望下咁樣，就等大家嚟到，因為咁星期日喎，即係仲要咁凍，你哋都肯嚟呢一度去聽嘅話，其實都好感動啊！所以咧，我就算咧點辛苦都好啦，夜晚咧都幫你即係諗一諗，今朝有啲乜嘢咧可以令到大家又學到又。即係學到嘢，而且又知道哇！中華傳統文化原來係咁好嘅，又將佢帶俾下一代，帶俾你哋嘅子子孫孫，等佢哋都一齊學。咁我自己係一個受益者啦。我咧好感恩我嘅恩師咧，馬一友老師我其實每次我都感恩佢，因為其實我嘅養生老師馬一友老師係佢帶住我去學養生。咁本來學養生啊，學一啲嘅穴位啊。或者係譬如而家呢個冬天呢個時節咧，呢個季節食啲乜嘢啊？咁本來係就咁學養生，咁啊學養生咧，老師就叫我哋要讀《弟子規》，然後媽媽老師叫我哋要學中華傳統文化，就帶住我哋去學，跟住我哋先知道原來咧，哇呢個係寶藏，即係其實咧比較低層次咧，就係我哋病咗，我哋睇醫生。食藥呢個係最低層次，好似就醫好咗個病嚇食藥。咁啊高啲嘅層次咧，其實你要知道咧，你可以唔使食藥嘅，你可以咧係預防嘅，你可以即係養生。咩？你點樣順應呢個大自然嘅時節啦？嗰個應該食啲乜嘢啊？應該做啲乜嘢啊？你跟翻呢一個自然嘅道去做，咁就可以身體健康啦。
我再高啲嘅層次咧，我喺心理上就好似其實有好多位朋友都參加好多次啦，佢聽到好多嘅道理。其實原來我哋個心健康咗嘅話咧，我哋嘅身體都會健康嘅。啊，我哋個心咧，其實咧係可以係醫好嗱甚至乎係癌症啊！如果你上網咧，上網去搜尋咧，有篇文章叫癌症治癒。咁係外國就做過實驗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嘅心咧係可以分泌95%，殺死95%癌細胞嘅嗰種物質啊，即係我哋嘅心係能夠分泌嗰啲嘅物質，係可以殺死即係95%嘅癌細胞。咁啊，剩低個5% 有冇所謂咧？其實可能即係好多人身體本身都會有啲唔好嘅細胞。啊，覺得唔好聽，我嗰啲係癌細胞，變成嗰啲唔好嘅細胞。咁但係你同佢相安無事，佢又唔出嚟搞你，你咪繼續健康康啦。所以其實身體咧有癌細胞，即係啲人有癌症咧，由一開始咧，其實佢其實好少嘅啫，唔應該佢會打冧你嘅。你身體有少少病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不斷俾一信號你嘅啦，係我哋自己忽視佢啫，我哋自己唔睇唔理，令到咧嗰啲癌細胞就越嚟越。多啦，越嚟越，佢就變咗佢隊軍隊就越嚟越大，就大過我哋嗰啲健康嗰隊嘅軍隊，先至出問題啫。如果唔係咧，我哋其實咧，我哋入邊嗰個我哋身體嗰個治癒嘅能力咧，身體呢一個錢學森教授講，身體係一個超巨系統，講得係系統啦，系統就一定係好完善嘅嚇。因為錢學森教授咧，佢晚年咧係研究人體科學。咁佢講到人係一個超巨系統，呢、這個系統咧其實真係好完美嘅，啊咁完美係你基本上有問題出現啦，佢就自己系統就知道收到信號要自己修復啦。咁所以有時候有啲病你唔理佢，佢都會好翻嘅嚇。不過我哋現代人咧，我哋好多都冇學中華傳統文化，但我哋都唔知道原來可以唔使食藥或者唔使做。癌症不是一定要切咗佢噶，嚇癌症咧都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可以醫好佢嘅，嚇咁今日咧聽咗之後咧，大家咧都會啊對於即係起碼掌握到點樣去令到即係自己嘅身體健康啦，嚇咁相信咧晏晝亦都會我哋即係仲有啲老師咧就會過嚟同大家喺令到你有心又健康嚇，今朝咧就個令到你嘅身健康啊，身心都健康。咁啊今日講嘅養生之道咧，我琴日先諗下，哎呀養生。講咩咧好咧？都諗個題目都俾大家好啦，冇題目啊，就俾個題目咧就叫順其自然。係啊，其實咧就順其自然咧係好重要噶，順其自然。咁如果我哋其實而家人咧做咗好多嘢唔係順其自然。啊，講個好簡單例子啊，發燒咁講啦，發燒咧好多時咧，尤其是小朋友發燒，咁啊即刻睇醫生噶啦。家長就好緊張啦，哇發燒啊，即刻去睇醫生。內地咧就叫吊針啊，去打吊針啊。咁咧就佢就覺得吊完嗰包嘢咧，咁咧就好翻啦。咁就覺得啊，醫生好叻，啊醫生好好。或甚至乎有陣時睇醫生咧，呢個醫生食佢嗰啲藥咧，好似食咗一日啊，都好似唔見效咧。呢個醫生唔得啊，轉過另外一個醫生。咁其實咧，你就以為勁啲嘅藥咧。嗰、那個開勁啲嘅藥，你以為嗰位醫生先至係幫到你嘅，以為佢先係好嘅，其實係錯嘅。其實咧，身體發燒咧，即係話我哋身體入邊咧係有菌，有啲唔應該喺度嘢啦，即係你有啲係有啲唔好嘅嘢喺度。咁我哋身體去到某一個温度咧，係可以殺菌嘅。即係大家諗下，你 B B 你殺奶樽你消毒噶嘛？以前冇話蒸奶樽嗰啲嘢，你係要擺落個煲度殺噶嘛？揾啲熱力去同佢殺菌噶嘛？人體都係嘅，人體去到某一個温度咧，其實免疫系統佢自己會工作，去到某一個佢要一定上升一個温度，然後幫你殺菌。咁就算動物咧，動物佢會知道咧，動物如果佢有病咧，嚇動物發燒佢就會唔食嘢，佢會斷食噶，佢唔食嘢，佢唔再食啲嘢落去咧，令到你嘅身體咧即係負荷，因為你食咗嘢啦就要消化，你每一個器官都要工作。啊！你個肝又同你將嗰樣食物有冇啲咩唔好嘅物質又同你去分解，你嘅腎又要工作，每一個部分都要工作嚇。咁動物係會斷食，佢斷食下佢乜都唔食，佢就靜止，總之佢就休息。
啊，動物就知道呢個方法，佢就會好翻噶啦。啊，咁我哋咧，啊寫個字俾你嚇。病字大概都是咁啦，古字大概都是咁寫噶啦。你要睇翻咧，總之大概個樣子就係咁啦。個病大家即係打側個圖咧，就點解個病字？個病字咧，其實呢度好啦，呢張牀嚟嘅嚇，有冇個牀頭板啦、啊、有冇腳噶嘛牀啊？咁咧呢度有個人，呢、這個人病咗啦，係呢個枕頭嚟嘅。呢、這個人病咗咧，咁就要冚被。病咧，如果係你見到個丙啦，丙咧其實中國人咧就其實有天干地支嘅，丙咧其實都屬火嘅係，咁即係話呢個人咧想火啦。其實你病咧好多時而家你發覺感冒啊，有時咳啊，有啲綠色嘅痰啊，嚇即係或者係黃色嘅綠色嘅，其實你係個人想火啦。人除非你老人家啦，如果唔係年青人咧。細路仔唔即係唔會話寒到咩？除非你話真係好老，個陽氣就真係即係好少啦。如果唔係，一般人都係因為即係一啲嘅燥熱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啲火，咁你點要撲火噶嘛？撲火，所以你成日聽人講話多啲飲水，因為水就可以克火。你多啲飲水，你冚件被焗一身汗啊，冚等佢出一身汗咧，其實就會人都會自己好翻噶。古人已經識啦，古人咧，所以中國人咧，中國字係可以解開咯，可以解釋嘅，可以嗰、那個字入邊嗰個意思。嗱，英文係唔得嘅，所以你學英文咧，即係外國人都要學翻中國人嘅嘢。你英文咧嗰串嗰26個字母係解唔到嘢嚇，解唔到嘢出嚟。但係你中國字就係智慧嘅符號，一個字咧就同你講咗一串嘅道理嚟啦嚇，一個字已經講咗一串嘅道理。咁呢個病字都話俾你聽，啊，原來我哋病其實就係想火，咁你就要撲火，啊，你就要飲多啲水，啊，飲多啲水咧，你撲火啦，同埋你要冚件被焗一身汗，咁當然焗完一身汗咧，就要好注意啦，唔好冷親，真係濕嘅衫就要換咗佢啦，咁其實咧休息就好快好翻，其實我好都好耐好耐。都冇睇過醫生啦，其實即係你話因為感冒啊呢啲嘢，間唔中都會有陣時工作即係唔夠休息咧，自己抵抗力差咗，會㗎。即係如果我哋話順其自然啦，順其自然，古人咧就太陽收咧嚇，太陽落山咧就應該食飯啊休息啦，其實應該瞓覺㗎啦，因為古時冇電燈㗎嘛，即係總之太陽落山就應該係休息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唔係古時啦嚇。咁而家咧，太陽落山，我仲要翻屋企食完飯，仲睇下阿女啲功課啊，阿仔你測驗你温咗未啊？即係都要叫屋企，仲有屋企嘅事務要處理，嚇啲仔女嘅嘢搞掂曬，嚇咁啊父母通常最後先瞓覺，即係父母總唔會父母自己走咗去瞓覺，阿仔阿女你自己繼續搞掂，做唔出嘅，咁呢個就唔係稱職嘅父母，即係你一定仔女嘅嘢你睇咗，你知道佢發生緊咩事，你未必要管佢好多，但你起碼知道，呢個禮拜有默書喎，你温咗未啊？咁啦，你起碼要關，俾佢感覺到你都係關心佢，但你未必要管佢，管得好緊要。咁所以咧，而家做唔到好似古人咁。咁所以你間唔中咧，傷風感冒下咧，亦都係好正常嘅嚇，因為我哋有啲嘢學唔到古人咁啊嘛。咁但係我哋咧有啲養生嘅知識咧，我哋學下咧，令到我哋咧盡量去減低啊，即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個抵抗力去增強。減低個病嘅機會。我哋睇下一張先。我哋講養生一定有啲道理要學嘅。《易傳》入邊有一句説話嚇，一陰一陽之為道。咁我哋要學一下陰陽嗰樣嘢先。你知道你明白所有嘢都有陰陽嘅時候咧，咁你就唔單止係即係。你點樣？其實你睇一件事，做一件事，
你都會你要知道，誒、哎、有陰有陽，所以而家就算有啲社會嘅矛盾，亦都未必係一樣唔好嘅嘢。有矛盾就好似誒嗰個太極咧，咪一邊白一邊黑嘅，一總之佢一頭，陣間會有個圖俾你睇啊。佢其實一路都喐動嘅，係活嘅，係唔係死嘅？就係撳到佢一路喐嘅，嗰、那個矛盾一路喐到去揾到個位去平衡。去平衡嗰個平衡點，咁一點解話有陰陽其實係一齊嘅咧？你唔可以淨係陽，即係譬如喺如果喺屋企咁樣啦，媽媽又話事嘅，爸爸又係話事嘅，哇！咁呢個家咧一定家嘈惡閉噶啦，爸爸又要話事，媽媽又要話事，嚇兩個都要爭住話事嘅時候，咁就好弊噶啦。但係如果媽媽又乜都冇所謂，爸爸又乜都冇所謂，都冇個有主見嘅人出嚟嘅時候，咁呢個家亦都係進步唔到嘅喎。咁所以你一定係咧有一個話事嘅。好啦，咁有一個咧就梗係唔會咁樣企出嚟，可能佢就即係通常嚇，我哋咧爸爸咧就做都唔係叫通常，應該係正常嚇。正常咧，爸爸係要做個天個位，因為男人就係天嚇，天行健嘅，已經個出嚟嘅天行健。君子以前自強不息，爸爸就要做呢一個咁嘅角色出嚟，而媽媽係點咧？媽媽咧就有地啊，媽媽就屬陰嘅，媽媽咧就有地呢個角色啦，就即坤地咧就厚德載物啦，媽媽就能夠咧啊用即係可以容納到屋企所有唔好嘅嘢，就算爸爸有啲唔好嘅嘢嚇，或者仔女有啲唔好嘅嘢，媽媽都係能夠接受嘅。然後媽媽去循善友去教翻，即係媽媽嘅角色就係咁嘅，即係你一樣係會去改變去教，但係你係用一個即係唔係好光陽嗰種咁嘅角色，你係用陰柔即係水嘅角色啊，所以屋企咧，如果女人好嘅話咧嚇，即係結咗婚啦，咁大家聽過話水為財啦嚇，女人係屬水嘅。如果個媽媽做得好咧，啊水好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旺夫嘅。點樣旺夫咧？就教好屋企個女人啦，嚇、啊。咁所以我哋作為媽媽，如果我哋有女嘅話，我哋要教好我哋自己個女，嚇、啊。等佢第日咧，嫁出去佢都可以旺夫嚇，啊夫家都好。咁如果我哋自己，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女人，我哋有陣時埋怨，點解個點解先生又好似事業唔係咁好？點解佢好似？樣樣都唔係咁好咧，咁我哋有時反問下自己，我做女人，我旺唔旺到佢咧？啊，我作為水嘅角色，我係咪真係做得好？係咪真係做得稱職咧？係就喺呢一方面又諗一諗喎。嚇、啊，咁當女人做得稱職，我哋所謂嘅好咧，唔一定係啊個爸爸要揾好多錢咁先叫做好啊！即係大家學咗咁即係上過咁多堂，知道傳統文化咧，錢唔係有好多錢唔係代表好。即係嗰種你內在嘅精神個富足咧，你遇到任何嘅困難咧，你都能夠去化解咗，去解決咗。你每一日都係活喺開心嘅狀態底下咧，呢一種就係成功啦。即係所以如果咧能夠令到個家每一日咧都係有快樂，每一日有笑聲，每一日咧一家咧嗱，譬如爸爸媽媽日日都出去翻工，夜晚翻嚟一家聚埋嘅時候。有傾有講，哇！有即係開心啊，歡樂啊，咁呢個就係好成功啦！啊，如果你屋企係咁嘅話，恭喜曬啦！其實各位你哋都好成功啦，已經嚇揾到千萬百萬嘅嚇嗰啲千萬富翁啊嚇嗰啲好有錢嘅都未必可以夜晚成家齊齊整整好開心食餐飯，有傾有講，佢哋可能好羨慕你哋嘅啊！咁所以我哋如果能夠咁樣精神上嘅富足。係，不論你有條件有嘅話，咪食好少少。不過食好少，你發覺最後尾都係五谷雜糧最好嘅，而五谷雜糧都係好平嘅嘢。嚇，你食得幾好，你都係飽，你就會停㗎啦。啊，咁你發覺其實你要用嘅錢其實唔需要好多，係，但係嗰個心靈嗰個滿足咧，其實係真係要學習點樣係令到你個心靈嗰個滿足。我講下陰陽先。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嚇。咁我哋睇日頭咧，即係而家係陽啦。太陽收咗咧，係晚上就係陰啦。而奇數咧，即係單數啊，單數咧
單數就係陽，偶數係陰，咁所以咧，我哋嗱我哋嘅手指公咧，呢、這個就係陽啦。呢個我係聽曾仕強教授佢講陰陽嘅啊，我聽佢啊，覺得呢個例子又好好喎，又好實在喎，咁同大家去即係去分享嘅。咁啊，手指公係陽，因為講基數係陽啊嘛，單數啊嘛。咁呢四隻手指咧就係陰啊，雙數啦嘛，嚇。咁你發覺一隻手入邊咧有陽，亦都有陰，你唔可以冇一樣嘅。你冇咗個陽，你得呢四隻手指，你點做嘢咧？你攞啲嘢係咪？你點做嘢？即係你揸個電單車點揸咧？係嘛？你發覺你好多嘢做唔到，你淨係得個手指公，你冇咗個四隻，你都做唔到嘢。你炒揸個鑊叉都煮唔到嘢啊嘛，洗唔到衫啊！你發覺一定係配搭嘅，有陽有陰。好啦，有陽啊嘛，頭先話呢個係陽啊嘛，但你發覺佢有兩節嘅喎。啊，我哋話個雙數咧，偶數係陰啊嘛。誒，佢陽入邊又有陰喎，佢兩節嘅喎。好啦，呢四隻啦，我哋話佢係陰啊嘛，但係佢每隻有三節嘅喎。哇，咁佢啊又有陽喺入邊喎。啊！淨係我哋隻，淨係我哋嘅手咧，你都可以睇到，誒有陰有陽喎、哦。我哋個頭咧，一個頭噶嘛，陽啦，雙數嘛，我哋對腳陰啦。我哋淨係個人咧嚇，頭咧陽啦，對腳咧陰啦，淨係個人入邊都有陰，有陰有陽，你可以睇到。咁其實所有嘢都係萬事萬物都係要陰陽，而且要平衡，平衡就會最好啦。呢、這個講開頭咧。講開頭又順便嚇，即可能同呢度唔係咁關，不過講開就突然間諗起，上天俾我哋咧，點解要兩隻眼啊，兩隻耳仔啊，咁啊兩個鼻孔啊，俾你吸多啲啊，吸多啲新鮮空氣啊，俾你眼睛睇多啲，去觀察多啲，耳仔聽多啲嚇、啊，多啲去學嚇、啊、學下聖言嚇、啊，多啲聽好嘅嘢。啊！聖賢嘅智慧多啲去多啲學習，多啲去聽，去睇，去聽。啊，後咧唔好講太多。以前咧就以前係教即係上一輩教下一輩，即係少説話多做事嘅嚇。唔、啊、個口唔好講太多，後一把嘴夠啦，夠你食嘢落去，等你可以仲可以存在嚇，仲、啊、可以維持你嘅生命。你一把嘴夠啦。咁你發覺如果個嘴咧過咗龍咧，講太多嘅時候咧。眼俾咗兩隻眼，你又唔睇多啲，你又唔聽多啲，淨係把嘴猛咁講猛咁講，都未睇未聽猛咁講咧，就會出問題啦。咁呢個你就辜負咗上天點解俾你有兩隻眼、兩隻耳朵啊？佢其實就想你睇多啲、聽多啲，我哋觀察、留意多啲身邊周圍嘅嘢。當我哋細心觀察嘅時候咧，你發覺呢個大自然入邊係有個道喺度嘅。咁我哋好多好耐之前係，其中有一堂都講道，咩係道啊？道其實係一啲唔會改變嘅嘢㗎。你去細心觀察咧，譬如24節啦，就嚟冬至啦嚇。咁有啲啲朋友會開始咧即係酒樓啊，幫下位啊，做節啊，知道冬至係一個大節。咁冬至點解係一個大節啊？又話冬大過年啊，知唔知點解冬至話一個大節啊？點解又冬大過年啊？有冇朋友知道啊？唔知道，咁你講下啦嘛。嗱，冬至咧，其實陣間俾嗰個陰俾個太極圖你去睇咧。我哋冬至咗之後咧，冬過咗冬至咧，就係、是、一陽生啦，陽氣開始生。冬至係去到陰氣去到最盡啦，最多最多啦。過咗冬至咧，就陽氣開始生啦。跟住咧就即係慢慢春天就準備嚟緊㗎啦，其實而家已經係冬天㗎啦。佢一過咗冬至咧，冬至咧就一陽生，即係個陽咧開始少少陽氣咧開始生啦，跟住慢慢多。我陣間個圖啊，見到個圖再同你講下。咁冬至嘅時候咧係天地個氣，其實24節氣，中國人好叻㗎。嗰廿四節氣，每一個節氣就係天地嗰個陰陽之氣嗰個交換。所以你留意一下冬至前後咧，有啲人話老人家要特別注意嚇，特別注意，即係如果有重病啊嗰啲，要特別注意。點解咧？因為其實天地之氣個交換，其實人咧
你因為你活在呢個大磁場入邊啊嘛，人本身人生是一個小磁場嚟嘅，咁我哋活在呢個大磁場入邊咧，大磁場你係會俾佢影響噶，啊月亮嗰個圓缺咧都會影響潮水潮漲潮退，你有冇睇報道咧？有陣時我哋淨係睇幾度嚇，你再留意一下咧，其實係有講幾點鐘潮漲，幾點鐘潮退，又或者初一十五。潮漲潮退，又或者點解誒內地嗰、那個唔知咩咩咩江啊？係啊，嗰、那個佢去到嗰一個，即係嗰一個日子咧，嗰段時間咧，個就漲得最犀利咧，嗰啲潮水其實係會俾呢、這個即係、就是、個嗰、那個那個大磁場咧，宇宙呢個大磁場係會影響㗎。咁冬至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交換得最犀利，因為講緊冬至之後就一陽生，咁所以。冬至前後咧，如果身體有啲即係比較重病咧，咁就要特別去注意，譬如保暖啊，各樣嘢要要注意一下啦。就算譬如冬至食即係食飯啦，即係當大家即係食大魚大肉啦，咁亦都唔好過咗量啊。最好就其實如果老人家或者重病啲，其實大家聚埋一齊咧。有講有笑，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可以噶啦。有陣時咧，就係因為嗰刻冇注意嘅話咧，可能有啲嘢食即係唔應該食得太多啦，或者係過起太過開心啦，可能成年你都唔翻屋企一次，話冬至翻屋企聚一聚，老人家太開心啦，太開心都會出事噶，因為過咗龍咧，我哋講平衡啊嘛，過咗龍咧，起過咗龍咧就會傷心噶。啊過咗龍，咁可能有時突然間心臟就會有問題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冬至點解古人講冬至其實係一個要注意嘅一個節氣啊。咁如果係有屋企有危重病人嘅話咧，就要更加要注意下冬至呢一個。咁冬至最好啫嘛，留喺屋企啦，就最安全噶啦嚇，留喺屋企一家聚。咁如果真係有遠行嘅，想旅行嘅，咁盡量避開冬至嗰日啦，即係呢個嚇，盡量避開啦。如果即係自己諗啦，呢個自己決定啦。我哋又睇下啦，孤陰不長，獨陽不生。其實孤陰不長咧，如果淨係好似我頭先舉家庭嗰個例子咧。屋企兩個都唔話事嘅，兩個都冇人出到主意嘅，爸爸媽媽都冇主見嘅時候，肯定個仔女咧，佢冇方向啊！仔女一定係冇方向嘅。仔女其實仔女就係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就係好似個即係你去影印咧，爸爸媽媽就係個正本，仔女就係你個複印本。有陣時話仔女唔好嘅時候咧，諗翻自己。爸爸媽媽俾咗啲乜嘢佢？其實好多時你發覺爸爸媽媽講嘢咁嘅語氣嘅時候，發覺自己未必覺嘅喎，人哋話翻俾你聽，人哋話你個仔好似你喎，或者講嘢似曬爸爸喎，或者係哇你個女又似曬媽媽喎講嘢。咁其實爸爸媽媽係點咧？你屋企已經成為一個習慣，俾咗仔女㗎啦。咁如果父母都係冇主見嘅時候，仔女亦都係乜都唔識做嘅，其實真係嚇你。如果但係如果兩個都好強嘅時候咧，咁又唔得喎，咁又會嗌交喎。兩個就不停嗌交，我又要做，你跟我做，佢又要你跟佢做。咁啊呢個屋企一定係家事好弊嘅。所以一定係要陰陽，大家要平衡嘅。一個否極泰來，樂極生悲呢樣嘢嚇，都係講陰陽嘅。呢個一個否卦一個泰卦，唔話俾你聽邊個係否邊個係泰，你陣間你會分到嘅。不過我解俾你聽下，如果咧。斷開的就是陰，一直的呢就是陽。陰的特性呢，陰就是向下的，陽呢，陽氣是向上的，
我哋即係話人死咗去陰間啦，陰間我成日都諗，即係我哋會諗到陰間就喺下邊啦咁樣。咁總之陰嘅特性咧就向下，陽就向上。咁呢個咧就個陰喺下邊，陽喺上邊。呢個咧陰喺上邊，陽喺下邊。你哋覺得邊個卦會？咁邊個卦係嗱？我哋話你知脾同太邊個好先？太好啊！咁你覺得邊個係太啊？你覺得？有覺得呢個係個太？幾多人覺得呢個係個太嘅？舉手。好。覺得呢個係個太嘅舉手。好，瞓低手，我哋嚇兩樣都有人覺得係啊。好。嗱，呢個陽陽氣陽啊嘛，頭先講話直嘅陽啦，陽氣向上。好啦，呢個陰就向下。咁呢個咧就個陰啊嘛，咁佢要向下噶嘛。咁呢個陽咧係要向上升噶嘛，啊佢要向上升噶嘛。好啦，當我畫咗個箭嘴之後啦，有冇改變啊？你個答案，再俾你諗多次，邊個係太，邊個係脾？我覺得呢個係太嘅舉手。我覺得呢個係太嘅舉手。哎呀，改變咗啦，係咪？你會睇到咧，佢咁樣先至有交流噶嘛。有上下有交流，有你諗下依家人食飯，大家好靜，食完個飯，大家嚇即係阿仔入房，阿媽收碗去洗，成家人都唔溝通，都唔講嘢嘅，邊有開心㗎？唔開心噶嘛，你一定係有交流嘅，有交流咧，咁就開心啦。哦，你有你嘅，我有我嘅，所以呢一個咧，呢個就係脾卦啦，呢個就係太卦啦。所以你發覺其實好容易嘅啫，我哋就算易經個卦咧，易經個卦都已經話到俾我哋聽個道理喺入邊㗎。嚇，你一家人就應該係咁，要溝通，要融洽，要傾偈，要講嘅。有啲乜嘢就唔好擺心，一家人咧一定係互相支持嘅。咁呢一個先至係家。如果個淨係顧自己嘅話，即係似外國咧，外國呢、這個你真人真事嘅喎嚇，即係外國咧，我一個朋友咧，學養生嗰度係一個朋友咧，咁佢以前喺英國開餐館嘅，咁佢開餐館咧，咁佢即嗰啲客人嚟咧，咁如果一家人咧，佢都見過有咁，咁當然唔係全部都係咁，但係都有頗多嘅例子係咁，係點咧？就係同埋仔一齊食飯。咁你梗係俾一張單佢啦，俾個仔噶啦，係咪？即係，阿仔話分開嘅，俾多張單爸爸媽媽嘅，即係嗰啲分開嘅。阿仔我自己食嘅俾我自己，爸爸媽媽佢哋自己一張單嘅，即係唔少係咁噶。佢哋 AA 制啊嘛，係外國講 AA 制。如果即係在座有啲朋友咧喺外國翻嚟都會見，會有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可以話全部外國人都係咁，咁都有啲外國人唔係嘅。咁但係見到咁嘅 AA 制嘅情況都頗多嘅。咁外國亦都有啲仔女咧，佢哋覺得樣即係大咗啦，你自己要出去啦，你應該要出去，唔好黐住爸爸媽媽啦。咁但係我哋中國人咧，就無論你去到幾多歲，就算你到老人家，如果你上一代仲喺度嘅時候咧，佢仍然當你係。即係好細嘅，仍然係好關心你嘅。即係你我哋話養兒99啊，長憂就99嘅。係一路你都會當佢唔會大嘅。係啊，一路都當自己。哇！就算佢已經係一個老人家嚇，即係話你當你好健在，你嘅仔都仲係已經係老人家啦，你都仲係會好關心佢。呢個就同外國係唔相同嘅。咁所以我哋中國人咧呢個家呢個觀念咧就有我哋身上就有中國人嘅血喺度嚇，龍的傳人，我哋根本就炎黃子孫就係呢一種特質喺度，呢種係改都改唔到，你去到世界任何你異種民都好啦，你都係有呢個特質喺度，中國人嘅特性。所以中國人咧就算去到外國咧，其實外國去到邊度咧，邊度都可以發展得起嚟。去邊就有條唐人街，去到邊都整條唐人街出嚟嘅，因為中國人就係一個團結嘅民族。我哋去到邊，我哋都會聚埋啲中國人整條唐人街。你試下香港有冇，或者去外國人有冇條美國人街，有冇條嚇
即係加拿大人家唔會噶嘛，但係唐人家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中國人聚埋嘅地方，佢就會團結，大家係嗰種互相幫助、守望相助嗰種特性。就算我姓陳，你姓黃，我姓李，你姓林，大家唔緊要，總之我哋係中國人，我哋就互相幫助。呢啲就係我哋民族嘅特性。咁我哋今日認清一下，我哋係呢樣嘅。啊，如果你即係你發覺，佢淨係顧自己嘅喎，咁可能咧佢就學咗，但係仲係中國人嘅樣咧，佢就學咗外國人嘅嘢啦。啊，咁啊就快啲拉翻佢翻嚟，學翻我哋中國人啲好嘅嘢嚇。否極嘅泰來，樂極生悲，呢個要睇圖大家先明嘅。我哋睇下一張先，陣間會再解嗰、那個嚇。下一張嚇，唔該。下一張咧應該係講。我昨晚準備咩咧？講完陰陽，講五行啦。五行咧，我哋要認識少少先。五行嚇，五行亦都係中國人嘅喺中文嘅智慧嘅，所有嘢咧都係有五行喺入面嘅。有木火土金水，譬如而家係冬天啦，冬天咧就係屬水嘅嚇。咁我其實每一個五行每一樣嘢有佢嘅特性。咁記得有一堂咧都同大家講過五行，有一堂講《黃帝內經》，係啦，《黃帝內經》咧，大家都俾大家認識咗啲五行啊。咁五行入邊咧，就係大家相生相克。點樣木就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後隔住一個咧就係相克嘅。咁即係話，如果譬如而家我哋冬天啦，係屬水啊嘛。咁好啦，屬水啦，乜嘢會係生水啊？金生水，咁即係話，如果你想嗱屬水，你想你個水足夠，譬如可能本身啊水都係對應翻腎啊，腎都係屬水啊。如果你譬如腎比較弱嘅，咁冬天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咧，腎比較弱去幫你個腎氣足翻。咁你除咗補腎之外咧，補下金。補下金，金生水，然後再下一個水生木，又補下木。因為其實咧，佢每一個水又要俾啲嘢俾木，水一定佢呢個季節冬天佢要儲夠，佢儲夠佢養足啦，佢就可以俾下一個季節。下一個季節咧就係春天，春天就係屬木嘅。佢儲夠咗之後，佢就可以俾下一個季節。春天咧，咁呢個人咧就會健康啦。如果呢個季節咧你冇養好咧，就即係上一次講《黃帝內經》嘅時候啊，有講四氣調神大論，講四個即係你四季你點樣調理自己。如果冇養好嘅話咧，就俾唔到下一個季節啦。咁即係話你金又補佢，木你又補下佢嚇，咁你呢個時候你本身腎弱你。集中有補腎啊，咁其實你就會養得很好啦。到明年嘅，你就會發覺，明即個春天咧，往時個春天可能成日感冒啊，又或者係好眼瞓啊，或者有啲仲係手腳冰冷咧，你發覺呢啲就冇咗嘅，自然會冇咗，因為你養好咗啦嘛。咁啊呢度咧五行咧就講，如果有生冇克咧，物極必反。咁呢個頭先我哋。講咗，我又講一個我哋現實，我哋都好多爸爸媽媽啦。如果我哋教仔女咧，你淨係乜都俾佢，佢話要乜，即係乜都生，其實即係你俾佢咧，你乜都俾佢時候，你發覺咧，過咗龍咧就係縱佢啦，嚇物極必反咧，都咁樣教仔女，即係我哋其實現代你發覺好多，我細個嘅時候我會俾爸爸媽媽打咯。唔係我爸爸應該唔打我，我媽媽打我，媽媽會狠打我嘅，曳嘅。細個我哋細個會打嘅，又傷。咁當然乖嘅時候都會讚啦。有生有克，克其實就係一啲嘢去制止佢，即係一啲嘅懲罰。咁就平衡啦。咁起碼會知驚啊，有啲嘢唔夠膽做。咁但係而家好多時都講唔打得嘅，咁要總之你就乜都要讚佢啦。佢乜都係好啦，做咗少少嘢，我哋覺得係應份嘅，咁都要讚佢嚇。可能我哋講啊，而家細路仔太難教啦，少少嘢佢做，佢能夠做到有少少嘢好少少，都好難得噶啦。咁咧要去讚下佢，但係一路都淨係只顧讚嘅話咧，咁亦都唔係一個好嘅管教方式嚇。如果咁就會即係其實
呢一度物極係必反嘅，呢個係一定係㗎啦。咁我諗呢個大家你睇翻新聞啊，你自己嘅事睇翻身邊嘅朋友，或者可能你自己屋企啊，你管教仔女嘅方法啊，你自己又諗一諗，誒係咪咁樣咧？有黑冇心咧，啊元氣盡失。有黑冇心，最好嘅例子係，譬如講下啲精神病患者啊。咁啲精神病患者咧，佢哋想投入翻社會，即係有啲社區人就算連俾佢哋翻屋企住啊，都會覺得呢個精神病患者我曾經，譬如曾經揸過刀斬過人嘅喎，唔應該入嚟即係呢個屋村或者同班屋企人住啦，佢應該係隔離啦，啊即係一路唔俾佢做呢樣，唔俾佢做一樣，唔俾佢投入翻正常嗰個嘅社區嘅時候咧，你就等於有黑冇生嚇，有黑冇生。咁嗰個人咧，乜都唔俾佢做咧，佢就慢慢咧一路啊。咁其實就即係嗰啲生人其實就冇噶啦。如果乜你都乜都唔俾佢做，呢個就有黑冇生。所以兩樣其實平衡嘅，有陣時我哋俾一啲嘢嘅時候，我哋都要收翻，即係好簡單就講權利同埋義務。都是上身上下，你有咁嘅權利，你能攞呢啲咁嘅嘢，你有咁嘅義務，你要做啲咁嘅嘢。我哋好多時忘記咗自己有義務，淨係諗咧，我有權利攞呢樣攞嗰樣，因為呢個嘅心態咧就造成唔平衡，就會病啦。你就梗係覺得，你做乜嘢？即係好似，你做乜唔招呼我？我咁咧，你應該點樣？尤其是譬如我做教書嚇，有啲家長咧就會覺得仔女送咗嚟學校，哇！老師就應該哇無時無刻就應該係即係當咗好似一個服務性行業咧，你應該服務我嘅仔，我啲仔女喺我你要服務啊！就算咧，我隨時打個電話去老師喎，今日我仔女點你幫我留意一下啦，或者佢陣間十二點鐘要食藥啊！真係㗎，家長打電話，佢十二點鐘要食藥，老師幫我叫佢食藥啦。喂，大佬，老師好多個學生要睇啊嘛，係嘛？你點解唔可以訓練自己嘅仔女十二點鐘食藥呢？叫佢自己舉手，老師我要食藥呢，係嘛？或者你寫落手冊，或者大大隻字寫啊。咁其實應該訓練自己，但係佢覺得呢樣嘢係老師應該做嘅，又或者好多時細路仔冇功課交，又覺得你咁多功課。咁多功課點做咧？咁樣又係老師唔啱，係所有都係人哋唔啱，咁就冇睇過自己嗰個義務喺邊啊！咁就不斷投訴，投訴得多嘅時候咧，其實自己亦都係傷咗脾胃嚇，同埋傷肝啊！你成日嬲怒咧，成日諗太多嘅嘢咧，就肯定脾胃唔好嘅。即係我哋今日講養生，我哋拉翻嚟，點解話你唔平衡咧？你成日去想太多無謂嘢，你譬如我咧，我好忙，但我好忙咧，即係都好感恩，腸胃都 OK， 都唔錯，因為你冇時間去諗無謂嘢。我接住呢樣工作，我跟住我聽日要做下一樣工作，我要準備下一樣工作，到聽日星期一翻去啦，我其實工作一樣接一樣，咁一樣接一樣嘅時候，你都冇時間去諗啲無謂嘢。所以人又唔可以俾自己太得閒嘅。你得閒嘅話咧，就諗下，真係冇嘢做咧，好幸福啦嚇。諗下做下義工啊，今日你有啲乜嘢可以做？其實做義工咧，唔單止幫到人，其實你最重要幫到自己。真係㗎，你唔單止你係幫到人，你做義工，你去幫人嘅同時，你係幫到自己。首先你自己一定係健康過以前。但你不信你就試下，你真的要試過你才可以，因為這個我是經理，想想我都告訴你我很忙了我今天都企得很亂，真的想睡多一陣，今天都過來了，我告訴你我教了20多年書，都個樣都保持得不是太老，都可以，我學養生了， 我今天在這裡講，我昨天在養生中心裡講，那為什麼要做？你發覺原來你越幫得人多，原來你收的是越多的，所以你明白這個道理，我就明白，因為我感受過，我試過，我做過嘛，所以我可以將我的經驗告訴你，你越是去幫人，你其實就心裡面呢是越平衡的了。我們有時父母呢就要教子女，不要蝕底，其實你錯了，應該教他
學蝕底，人哋唔做你去做多啲嚇，喺學校能夠同學需要乜嘢，所以我最近咧，我好開心，我女一樣嘢，我女嘅細，我仔就好大，仔喺中學，個女好細，佢哋相隔好遠啊。咁個女咧佢視藝堂咧就要墊台噶嘛，要一張嗰支墊台紙。咁我哋咧就有陣時咧。啲報紙啊，啲彩頁啊，或者有陣時咧，啲百貨公司減價咪，啲彩頁嗰啲咪乾淨啲嘅，唔會揩成手污糟嘅。我哋就幫佢留起嘅。咁我哋見佢咧，見佢書包嗰張舊嗰張啲墊台紙好殘舊啦，我哋就幫佢換啦。咁咧就換咗一張俾佢。咁本身嗰張係兩張大嘅對摺噶嘛，咁我哋就將嗰兩張大嘅就摺埋咗，擺落佢個袋度。咁啊見佢攞出嚟攞教紙要剪開佢，我哋就制止住佢。做咩要剪啊？厚啲咪厚啲咯。你如果濕咗咩，你咪唔會剪落台咯。厚啲，跟住佢話咁，我剪開咗，有同學冇帶，我可以俾同學啊嘛。哇！咁我哋聽完，媽媽聽啊，好開心喎、啊！即係我咁俾佢剪咯嚇。咁、即係有時自己咧，你發覺啊，我即係我哋學傳統文化嘅，我哋會知呢樣嘢，我哋會開心。但係冇學傳統文化嘅話咧，你可能。咁傻噶，人哋嘅事咧，不其實唔係嘅。你發覺如果你個仔女能夠咁樣做嘅話咧，佢身邊好多貴人噶，個個都中意佢，因為佢肯幫人啊嘛。老師佢又肯幫，同學佢又肯幫，到佢啊隨時需要乜嘢幫助嘅時候，自然有人幫佢噶啦。我哋教仔女咧，你教佢讀書嘅嘢咧，其實讀書佢一開竅，有陣時你冇睇佢細個，而家唔喐好似哎呀中中停停，或者甚至乎中下，你唔使為呢樣嘢擔心，你教識佢做人得噶啦。到佢突然間有一日佢開竅咧，啊，佢開竅自己畫係可以好叻嘅。以前我學生咧都係佢係有讀寫障礙、讀寫困難嘅，嚇、啊、咁但係佢入咗廣大醫學院喎，即係你估唔到嘅，但你教好佢做人。咁佢第日咧，你唔使擔心，係一定好嘅呢一樣嘢。係好似講得好遠咁樣。但係生同埋黑係相對共存嘅，達至平衡。咁呢個我哋頭先都講咗呢樣嘢啦。好，我哋去下一張先，下一張。係嘛，翻嚟撳一撳，下一張應該係個圖。呢個好，其實頭先都有講，簡單講過啦。呢、這個咧，淨俾埋顏色你睇嘅。譬如而家我哋集中睇而家啦，呢、這個。呢、这個水啦，而家係冬天啊嘛。其實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咁每一行咧，每一個都對應翻我哋嘅臟腑嘅。呢、这個對應翻腎啦。咁腎咧，所以呢個時節咧，你去補腎啊，你去養好個腎啊，係最佳嘅時節嘅。咁呢個時節咧，你唔養好都腎最容易出問題嘅。啊，所以動物點解會有冬眠咧？佢冬眠咧。佢動物就識得藏啦，因為冬天咧啊呢度冇有生長化收藏，呢、这個亦都係講藏，即係冬天呢個季節咧，人咧應該係講唔淨止人，其實所有嘢都應該係跟呢個氣機係要藏。你發覺樹嗰啲都葉都落啦，落葉啦，啊冬天咧佢都冇乜葉啦，佢都收斂咗啦。動物咧就會轉落個窿度啦，會冬眠啦。佢就幫佢自己食養生，佢識得養生。動物佢會冬眠，咁所以我哋人咧就唔應該咧就好似咁夏天咁樣佢去過咯。你就要如果你唔使翻工啊，你就應該咧就等太陽出嚟你先起身，即係冬天啊，太陽出咗嚟你先起身。咁你夜晚咧就太陽收咧，你就早啲瞓啦。咁嗱，我哋上班一族唔得啦，太陽未出，我哋都要起身啦嚇，上班一族。咁冇辦法，我哋唯有喺其他方面咧，我哋盡量去即係去幫到自己去養生。咁但係如果可以冬天個氣機咧，就應該係床，你就應該咧太陽出咗嚟先至起身，同埋其實沖涼都唔使沖太多嘅嚇。你唯一你想做嘅一樣嘢就浸腳，就日日浸係好好嘅嚇。浸腳呢樣嘢係非常之好，浸腳我哋腳底咧。涌泉穴咧，一陣間會教大家幾個穴位嚇，係補腎嘅好好嘅穴位嚟嘅。嚇，啲浸腳咧，你又可以其實就係幫你養我哋個陽氣嘅，嚇幫你行氣活血嘅。
係幫你浸腳。所以你發覺古時啲人咧，你有時睇睇一啲戲咧，如果係內地咧，佢就會會新抱啊，或者係個女客即係整盆水俾老人家浸腳嘅，幫佢洗腳嘅。咁其實係好嘅，係幫佢哋按下對腳啊，等佢尤其是年紀大咧，其實對腳咧，因為人老就係腿先唔聽話嘅嚇，你個上身都仲未出問題，個你開始發覺隻腳冇力嘅嚇，人開始老咧，你發覺隻腳硬係冇以前咁好，以前可以行10個鐘、8個鐘嚇，而家咧發覺行2-3個鐘就好似唔係好夠力啦咁樣。好咁呢度亦都講咗啦，我哋而家都不過呢個字冇睇到，唔係唔緊要，我哋下一張我寫俾大家嚇，就我哋撳下一張嚇。冬季養生啊，因為而家冬天咧，覺得呢樣嘢啱大家嚇。咁冬天咧，我哋五行咧就屬水，我嗰度咧特別咧，即係你見到特別紅咗咧係水，五行而家冬季係屬水。我哋食咩好咧？食咧就食果實，食種子嚇咁。嗰啲種子係乜嘢咧？顏色係黑色，譬如黑豆啦，黑豆呢啲全部黑豆啊，就算黑豆你可以食到冬天，因為佢有補腎㗎嚇。嗰個顏色配合翻呢一個嘅時節嚇，黑豆係好。其實黑色嘅嘢都補腎㗎，黑木耳啦嚇，黑豆啊，咁黑芝麻啊。係啊，呢啲全部都係補腎。你話黑髮啊嗰啲，人哋都係叫食芝麻噶嘛。你發覺人哋唔係亂講嘅喎。原來因為佢黑色噶嘛，黑色係對應翻我哋嘅腎係屬水，咁你對應翻藍色就係黑，咁所以逢黑嘅嘢咧都啱佢嘅。咁我哋秋天有果實啦嘛，到冬天個果實入邊其實佢有籽噶嘛，所以食果實同埋籽啦。到春天咧，你估春天長咩？春天。開花啦，春天就食有花嘅嘢，或者食又出芽啦，食芽菜啦，出芽嘅嘢，即係你啱啱嗰個季節去食嗰樣，呢個就係叫順其自然。而家我哋冬天咧最好就係食咧係果實啊、種子啊，所以有你見新年咧立白立白立有立白粥過咗年啊，有立白粥啊，有冇聽過啊？有冇好多豆煮埋一齊嘅？咁其實就係養生咯，咁當然你唔使到立白啦，你隨時食都得啦，你中意幾時食，其實唔單止黑豆，你可以紅豆、綠豆，你乜都擺啲落去。你想心臟想補補心臟，你又落下啲紅色嘅，因為紅色對應翻心臟啊嘛。你又想又清下啲肝火嘅，對肝嘅時候，你擺啲綠豆落去啊，綠色啊嘛。咁你樣樣你都配搭一啲，咁不過全部食太多豆咧，又要諗下你消唔消化得到嚇。咁你譬如十谷米啊，而家有很多不同顏色嘅，而家我哋買十谷米，佢入邊有很多嘢喺入邊噶嘛。咁其實五谷雜糧咧就係最養人嘅。有時脾胃，如果脾胃未係咁好嘅時候，如果你過往一路咧，就好似我以前啊，我未學養生嘅時候咧，我以前成日胃唔舒服噶。我未學養生，我未跟我嘅恩師學習養生嘅時候，即係我都未學傳統文化嘅時候，我以前係長期都要食胃藥噶。我胃唔舒服嘅，咁一來咧嗰陣時咧唔識平衡啦，見到好多嘢咧都覺得唔好，你係咁嘅，或者甚至乎係我自己都係好一個好自信嘅人嘅，覺得我嗰啲啱曬嘅，咁就入邊會唔平衡，諗得多個頭，咁變咗咧就會脾胃嘅問題就會出現啦。咁自從我學咗傳統文化，即係你叫我係咪真係成日好刻意地去話冬天成日去食黑豆啊？咁咩？我而家其實冇，不過如果得閒諗起嘅，我會注重係喎。而家即係食多啲黑色嘅嘢啦。但我唔會去刻意去做，因為你發覺再高一個層次咧，就係你個心理平衡嘅時候，入邊都平衡啦。不過咧，如果你未去到嗰個境界嘅時候咧，我哋由低做起。養好咗個身體，當你個身體你有個精神啊、健康啊，然後咧你又再慢慢去學下我哋嘅傳統文化啊，學下聖賢智慧啊，咁你即係各方面逐步提升。然後腎主骨咧，開竅於耳。腎主骨咧，即係如果我哋逢親骨嘅問題咧，譬如你骨頭冇咁好啦，又少牙齒喎，你放牙齒容易蛀牙，容易脫落咧，牙齒都係骨啊，骨嘅一部分。都係同腎有關。如果腎氣足咧，牙都好啲㗎。
啊，腎氣足的人咧，佢嘅牙齒係冇咁容易，冇咁容易爛，冇咁容易甩嘅。啊，咁嘅腎氣足，咁開竅於耳咧，如果耳嘅問題，你耳有問題嘅話咧，亦都同我哋嘅腎有問題。啊，你腎唔好嘅話咧，會可能會有耳水不平衡啦，可能會耳鳴啊。啊，咁同耳仔同腎其實都係有，即係大家都係同一樣嘢嚟噶。咁你保好咗個腎啊，腎精足嘅話咧，咁個人咧腎精足，個人腎就係、是、我一次誒睇誒曲黎敏，佢都係講養生嚇。咁佢講佢用一個例子好好喎，我覺得即係佢講話腎精咧，腎精你係如果你西醫嘅角度咧，你係冇辦法 check 到你有幾多腎精啊，因為呢、這個你 check 唔到，等於經絡啊，人死咗就冇經絡噶啦。你話係解剖睇下個經絡點樣走法咧，係冇噶，只要人一斷氣咧，個經絡就消失。咁但係話係咪冇經絡咧？又唔係喎。我聽過阿蘇聯做過個實驗咧，係即係佢我唔知佢嗰啲係乜嘢，總之你係即係要有啲光會睇到啦。我唔知嗰個實驗點做，咁佢就證實咗其實啊，佢原來個人活著，嗰啲經絡人係睇到嘅，佢用啲唔知乜嘢嘅光，我都唔識講。啊，咁我聽翻嚟嘅，喺蘇聯有做過咁嘅實驗，證實咗有經絡。咁我哋其實唔使佢做實驗，我哋都知道我哋自己本身有經絡。有陣時咧，你尤其是即係女人啦，啊，去到咁上下年紀，有陣時咧發覺，淋巴有陣時啲人話去通淋巴嘅，有冇聽過？去通淋巴，發覺淋巴塞啊，跟住咧用造機啊去推翻，即係會有一嚿嚿啊。我哋啲淋巴條頸啊。又或者係腋下都有淋巴噶嘛，咁大腿內側啊都有啲淋巴，有時一嚿嚿咧嗰啲就塞咗，其實嗰啲亦都係你有時氣血啊經絡塞咗咧，都會令到佢塞噶。啊，咁我哋令到我哋嘅經絡暢通咗嘅話咧，咁自然咧嗰啲病咧經絡通咧就冇病噶啦。啊，你就算咧偶然間有啲傷風感冒咧，今日嚟聽日都已經走咗啦，係可以好快好翻。腎藏精咧，阿曲黎敏教授咧，佢個比喻咧，佢就話就好似以前我哋用我細個用火水爐嘅，到後屘好啲啦，就有石油氣啦嚇，而家大部分都用煤氣入鍋嚇。咁啊石油氣咧，嗱當細個嗰時石油氣你係要叫噶嘛，打個電話叫罐石油氣罐，佢就送嚟噶嘛，咁啊舊嗰罐就俾佢收翻佢噶嘛。咁佢嚟嗰罐究竟有幾滿，你唔知嘅喎。你信佢喎，可能佢入得多啲，入得少啲咧，你唔會知道喎。咁我哋去比例咧，比喻咧，腎藏精就好似你個石油氣罐。你嚟嗰陣時咧，如果佢係多嘅滿嘅，哇！咁你咪可以燒耐啲咯，用耐啲咯。即係好似我哋腎，咁即係爸爸媽媽俾你，爸爸媽媽本身佢喺陀你嘅時候，爸爸媽媽自己個身體就狀態就好好嘅，好 fit 嘅。哇！你個腎精就好充足啦，就好似個石油氣罐本身就好滿啦。啊，咁你唔可以用耐啲咯。啊，你咪發覺，哎呀，你捱嘢，人哋捱咗一個禮拜嘢，人哋冧低咗啦。哇！你捱咗一個月嘢都唔冧低嘅，你個滿啲啦，你個腎精足啲咯。咁但係有陣時嗰啲送嚟嗰、那個啊，原來得半罐俾你喎，你唔會知道噶嘛，你 check 唔到噶嘛，咁你咪好快用完咯。如果爸爸媽媽本身嗰陣時個狀態啊，所以陀 BB 嚇，你又要。爸爸媽媽要諗住自己個身體個狀態都養好，然後先去托 BB， 個 BB 就好好湊嘅。啊，咁如果唔足嘅話咧，哇！你又去即係大火嗰度，成罐得個半罐，你又大火開行曬，哇！成日捱夜啊，成日唔照顧好身體，你咪等於佢係咁冚冚聲燒，冇快燒完咯，條命都冇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咁樣佢比喻咧，精咧就冇得食翻嚟㗎。你係幾多少就幾多噶啦，啊父母俾你嘅，天生嘅，咁我哋係可以減少我哋嘅消耗嘅，啊如果講我自己為例啦，我細個好弱嘅，我細個係基本上成日都要食藥嘅，啊咁成日都要知啲藥材湯，成日都要飲嘅，長期都要飲，因為我底子係好差好差好差，咁但係學咗傳統文化咧，我啲嘢咧做多咗啦。即係基本上都係忙碌嘅每一日啦，
但係發覺身體係都 OK 喎咁樣，即係你話我好似人哋嗰啲好大力啊，哇好好氣咁又唔係，但基本上我可以即係一路每一日嘅工作啊，精神狀態啊，都依然喺度喎，依然係唔錯喎。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好感恩啊！即係我原先嗰個罐都已經係唔係好滿啊，得翻個半罐嘅時候，我仲可以而家維持到咁樣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好感恩啦。咁所以我哋學養生、學傳統文化，原來可以幫到我哋嘅喎。好，我哋睇下一張啊。下一張是補腎的穴位，教大家幾個補腎的穴位，一個叫胃中，一個叫足三里、三陰交、涌泉。有沒有朋友聽過這幾個穴位的？聽過是舉手。是，都有部分聽過了。那個位置知不知道？知道的舉手。是，都有部分知道，即有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我們看看。其實昨晚揾嘅，你想 Google search 咧 ，Google 咧可以揾到好多好多圖嘅。我哋睇一睇，再撳一撳嚇，睇下胃中喺邊度先。胃中咧就喺你嗰個膝頭哥嘅後邊，你見嗰紅點咧，膝頭哥後邊。咁呢個胃中穴，胃中穴咧亦都係個補腎嘅穴。我哋經常去刺激佢，你去刺激佢，你可以去按啦，啊可以按啦，可以打圈去按啦，又或者有些人識刮痧，有塊刮痧板嘅，咁有個角噶嘛，你個角又唔係太尖，圓圓地，你咪去喺後邊，你搭車都得個冇人睇到噶嘛，咁喺後邊篤下佢啊，去按下佢啊，呢個胃中穴嚇，胃中穴亦都係我哋即係你養翻好個腎嘅一個好嘅穴位。咁嗱，你而家一路聽到我一路撳住佢，一路按噶喎，係一路撳喺度刺激佢噶喎，你平時在家按就未必是那麼好效果，你今天來到這個現場呢，你按這個效果是特別好的，因為這個本身也是一個能量場的，一個磁場很好的場的，你去發覺的效果是特別出的。我看下一個穴位先，足三里啦，足三里呢這幅圖呢我覺得是比較容易即係大家去找到，其實咧，我哋前面嘅叫一條骨㗎，你前面一條嗰個係叫頸骨，你膝頭哥前面咧一條骨嘅，個骨嘅旁邊其實叫外膝眼啊，嗰啲隻手指咧，我哋膝頭哥一彎咧有一道地方凹㗎，外膝眼下邊咁樣數落大概四隻手指，我哋前面呢度有條骨嘅，佢喺條骨嘅旁邊，你其實你撳落去，你會發覺嗰個位其實，我覺得穴位。你係會少少，會撳一少少粒㗎。有陣時你如果撳落，可能會少少冤。逢親啲穴位咧，有陣時你正嘅話咧，嚇撳中嘅話咧，可能少少冤。就算唔冤都好啦，你揾唔準啦穴位嗰啲，你咪擺多幾隻手指啲上按啲下按啲，你總會按中唔係某一個位。咁其實呢啲位咧，得閒咪自己去撳下。其實嚇你用手指公咁去撳啊，打圈啊，順時針、逆時針。有時間就撳多啲，冇時間你咪少啲咯。你有時搭車啊最方便啦，啊咁樣去撳佢。如果係好可以聽住一啲嘅音樂，或者你喺度睇緊啲聖賢教嗰啲光碟，啊睇緊光碟一路撳一路聽，啊個效果仲好添。啊咁啊好過你睇電就咁睇電視劇嘅。啊你要譬如有時聽啲好平靜嘅音樂啊，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啊。咁你去撳，你去想像下，你身體入邊咧嗰啲經絡好暢通啊，想像你自己好健康啊。我哋嘅意念好重要㗎，你嘅意念你諗乜嘢啊？你諗乜嘢，咁你就收到乜嘢㗎。我仲有下一個穴位，足三里之後，再撳一撳下下一個穴位，這個就叫做三陰交，三陰交係入邊嘅，喺我哋嘅內小腿嘅內側嘅。內側啦，你呢度有嚿骨噶嘛？大概嗰度有四隻手指位，然後你見到上面佢個手指公撳住，三陰交都係好好嘅補腎㗎。或者啲小朋友譬如去到五歲啊六歲啊，都仲未戒到夜尿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頭先嗰幾個穴位你都去按佢啦，去熱敷佢啦，揾個暖水袋按完之後去敷佢啦。咁其實就幫佢補多個嗰個腎噶，佢就會好快可以甩咗即係夜晚夜尿嗰樣嘢噶啦。啊呢幾個我覺得比較容易做，比較隨時你都可以掂到嘅。下一個穴位咧就比較麻煩啲啦，
就你在家先做到的，不是周圍做到，你看下一個原位你按一按這個就的板底涌泉源，但你發覺你經常聽這個涌泉，涌泉即是哪裡呢？其實你將當這個腳板，你一向後屈的時候有一個地方凹了的，其實 你腳趾一向後彎，它凹了那個位置就是涌泉了。那又是你去用拇指，所以 你有時見到老人家在公園呢，他伸著隻腳這樣在這裡按他呢，其實他在幫他自己是養生的，去按那個涌泉也都是養即是保實的好好的原理。就算我的手掌呢搓腳板底呢都是很好的，你得閒無事當然洗乾你的腳先啦你去搓下腳板底，你手或者捉暖它去搓兩隻腳的腳板底呢，其實是很好的。其實我的手和腳板底，人家說做 腳底按摩的，腳底按摩因為我們腳板底有很多即那些叫反射區，心肝脾肺腎那些反射區，其實我們手掌都有的，手掌還容易做，手掌一樣有的，你手掌本身都有反射區，腳板底又有反射區，你兩個反射區你去按摩去捽它去搓它，其實就是幫緊它，即係每一個臟腑去幫佢做運動，我哋入邊做唔到運動噶嘛。我哋做出邊我哋可以喐可以做運動，但我哋入邊咧點樣幫個心做運動，幫個肝做運動咧，幫入邊我哋嗰啲臟腑做運動咧嚇。咁呢啲咧你就去刺激嗰啲嘅反射區嚇。有啲人養生去腳底按摩咁樣去養生，咁都係嘅，腳底按摩都係養生嘅。即係等於古時啲人咧攞盆水幫老人家去洗腳。去幫佢按腳，其實就係幫緊個老人家去即係養生，等個老人家咧瞓得好啊，等佢身體健康啊，啊盡孝道啦。啊咁呢一個簡單嘅穴位，今日教咗四個啫，記唔記得邊四個？圍中啦，係足三里啦，三陰交喺一邊啦，涌泉啦。咁呢四個都係比較容易，大家又可以趁呢個冬天，大家一起養生，一起身體好，迎接下一個季節的來臨。那除了按穴位，其實還有些食的喎，食的方我們按下一張，我們今天講話順其自然，食物養生，以前的人說以形補形，是不是有聽過？以形補形，外國人說我們傻的，以什麼形補形呢？其實不是傻的，我們中國人呢是真的很厲害的。以形補形呢，這個紅蘿蔔，不過可能或者熄一熄這個燈會不會看會不會看得清楚一點，這個燈你見到一個紅蘿蔔呢，像不像隻眼睛眼珠？其實紅蘿蔔不是刨絲這樣吃的，是這樣切這樣吃的。你一路吃的時候你只要一路想啊，這個補眼睛的，感謝這個紅蘿蔔，你要感謝它，你要發出，我們看過水知道答案，很多人都看過水知道答案，你要這樣去想它，我們要感謝紅蘿蔔，這個紅蘿蔔它就是切眼睛，它就是補我們的眼睛，很感恩它，那你這樣去吃呢，就跟你切一條條這樣吃呢，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懂吃，吃錯了咯，你應該是這樣去吃的，你看著一個個眼睛，我們這樣去吃下去的，這樣切法，這樣去吃下去的，那就是幫到你的眼睛了。那以前古代的人不知道什麼維他命 A， 他們不懂這樣東西的，這些是外國，那但是外國人研究，為什麼中國人那麼厲害知道這樣東西是補眼睛的，他們去研究，哦，原來維他命 A 就可以補眼睛了，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知道這些東西了，以形補形。再給大家看一下一個語言補形，你再按一按啊，刺什麼啊？腦，刺腦下，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核桃補腦的嘛，你開了個核桃呢，其實真的好像腦的喎，你看回這裡呢，整個拿出來呢，其實它有四份的，我們的腦呢，你都是可以看到四份的，我們的腦是有四個部分的，你發覺整個腦的，我們古人一早知道核桃可以補腦的，咁補得到其實佢都係補腎嘅，核桃都可以都當食，亦都係補腎嘅。咁每日都又唔使一次過食太多，佢都係吸收咁多嘅其實。有啲嘢我哋講緊
中庸啦嚇，過猶不及，我哋唔需要過，啲過亦都好貴嘅合同嚇。你其實咧每日咧嚇，你一兩粒已經夠噶啦，已經係足夠噶啦。你朝頭早有時朝頭早嗰餐嚇，早餐係好重要噶嘛。早朝頭早咧，佢行緊佢吸收緊嘅，吸收緊七至九嘅時候咧，我哋係小腸咧吸收緊啲營養啦。你喺嗰個時候咧，即係食早餐該食早餐嘅時候，你去食咧。咁就可以吸收到真係吸收嗰啲營養啦，啊咁你又唔使多，多佢都係吸收咁多，多你食得多亦都係嘥咗，啊咁啊合桃啦，大家知道啦，誒似乜嘢食乜嘢，仲下一幅你哋又估下補咩啊嚇？我哋撳一撳下，似咩啊？咁你望你望真下，係咪好似個腎啊？好似啊，所以腰果都係補腎。腰果也是補腎的，那大家呢見到那樣呢，中國人呢是很厲害的，那個形似什麼，那 就吃那樣就知道補到身體哪一個部分，那 他腰果是這樣的形狀，整個腰 腰的形狀，所以他也是補腎的。那還有一些其他，譬如芹，中國芹菜呢，知唔知中國芹菜點樣？長中國芹菜，你見嗰個咪好似支骨，即係好似啲骨咁樣。即係中國芹菜，你見嗰條好似中間，其實佢就真係補我條骨嘅。中國芹菜，佢嗰啲嘅物質，咁當然有研究啦，我講唔出嗰啲咩物質。我嗰啲物質咧，其實係補我哋嘅骨嘅。你呢啲上網你都可以揾到噶，嚇咁而家上網你都可以睇到，邊啲食邊啲其實可以補到我哋身體邊一個部分。咁呢啲發覺全部都係好天然嘅嘢，你見唔會叫你去食大魚大肉嚇，你唔需要好貴去食魚翅啊，去食燕窩啊，去食鮑魚，其實呢啲補唔到嘅，呢啲仲會加重身體嘅負擔，而且係亦都係破壞咗個環境啊，傷害咗動物啊。你可以好簡單而又補到個身體，你又可以比其他人更加精神、更加健康。呢張好似係最後一張㗎啦，咁頭先好似，咦好似冇，仲有冇太極圖？我有冇擺到？冇擺到，唔緊要。我頭先我想講呢一個係個太，我哋諗啦，想像啦個太極圖，咪一度黑嘅，一邊係白嘅。我頭先我想講冬至咧，冬至咧其實佢就喺最下邊黑色嘅盡頭最下邊，即係佢個陰。已經去到最盡啦，咁咧亦都係白色嘅開始，慢慢下邊嘅白色最少嘅地方啊，即係開始陽氣開始升上嚟噶啦，啊冬至一陽生，啊咁嗰度開始升上嚟，一路升上去嘅時候咧，去到幾時咧就係最多咧，去到我哋夏至，一路上到夏至，夏至就係我哋見到呢個太極個符，去到上面白色最多嗰個位咧。就是夏至去到陽氣最盛的時候，啊、你發覺哎呀好係喎，好叻喎，原來啲節氣同太極嗰個咁嘅符號，你發覺哎古人咁叻嘅，唔係同一個人話俾你聽喎，其實係大家觀天觀地去發現出嚟嘅，啊發現，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道啦，佢本身存在住嘅，不過。我哋冇去留意，冇去發現，即好似其實如果咧，我哋有去啟發到我哋嘅潛能嚇。其實錢學森教授咧，佢晚年研究人體科學咧，佢講咧其實咧人嘅潛能咧其實係好多未被開發出嚟嘅。你咧人咧係因為人類有自愈嘅功能啦，人咧亦都可以啟發自己嘅潛能。人應該係可以好似動物咁樣咧，可以感應到咧。動物如果是 有天災來的，它動物會感應到的嘛，其實唐山大地震或者四川那次汶川那次的地震，唐山那次是直接的雞都不回自己的雞竇，雞都 爬上樹、啊即已經是一些怪的現象出來了。咁啊，汶川嗰次咧，汶川咧，大家因為睇新聞要睇到啊，係嗰啲嘅蟬蜍啊，喺條街度行啊，即係唔應該係咁嘅現象，就上萬隻喎，係好多
出咗嚟行。其實嗰啲動物已經感應到，咦有問題啦。咁佢哋去逃，佢哋逃難啊，佢哋都知道。咁點解有時我哋人感應唔到咧？咁人感應唔到咧？人點樣令到自己嘅自愈功能咧開發咧？其實古人係有方法嘅，古人都會感應到嘅。古人我哋講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其實是一個好好嘅方法去修我哋個心啊！當我哋去讀去學古人嘅智慧嘅時候咧，你慢慢發覺咧，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咧，你發覺自己冇咁容易發脾氣。或者你一開頭學咗冇耐嘅時候，你發覺就算你發脾氣，你好快察覺到啊，我唔應該咁，你好快會察覺到，哎，我做錯咗。但係如果你未學咧，你以前可能都唔覺得自己錯，係對方唔啱噶啦，係人哋唔啱。但你發覺你學咗傳統文化咧，你開始知道咩叫道嘅時候咧，你明白譬如頭先個陰陽或者係五行啊，咁你譬如男人嘅角色啊。天啊，女人的角色是地啊，你有些道理你明白了的時候，你發覺你就算發脾氣呢，你很容易察覺到，然後很容易去收，自己去提自己，跟住日子有功啊，你發覺你開始你都樣嘢都可以看得化，即年長的人呢，是有智慧，那個智慧呢，靠經驗的累積，現在年輕人呢，有的是魄力，年輕人其實呢，如果我們說那個聰明啊，講腦細胞，我哋一定唔及得啲年青人多嘅。其實由你應該廿幾歲啊，我嗰時睇咁樣，由廿幾歲開始咧，啲腦細胞就不斷死亡噶啦，係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咁但係點解？你發覺年長嘅人都可以有很好多嘅決定，好多嘅判斷都係可以比較即係。判斷你去做一個決定都是會比較好一點呢，其實就是因為你的經驗，你的累積，你的智慧，我們的智慯是靠經驗的累積回來的。年輕人呢有的衝動，年輕人的衝動也是好的，我們所有東西都是講陰陽的嘛，有好 有不好的那種對所有的熱情呢其實是好的，反而有時我們年長一輩呢就很多東西都你沒有了衝動，沒有了熱情，對生命的熱情出來的，有時就即會比較靜態在這裡。但年輕人呢他很多東西都想嘗試，如果我們能夠我們這一輩呢，我們學了，我們去灌輸多一點，他今天他未必可以聽，因為未必可以 聽得明你所有的東西，但是你慢慢滲下滲下，父母都要學識，即要學做父母的，父母都不是天生識做父母的，你慢慢又學下怎樣去做，即做一個稱職的父母，慢慢去滲下滲下，我們的下一代呢，大家要想一下，你現在看到個社會的問題呢，將來呢就是這班年輕人，他們就是主人來的了，我們的下一代就是主人來的了，所以你不要看只是自己我不是即不關我事的事，我這家是一個很小的單位，不可以這樣想，你想你每一個單位都是這麼重要的，我們去教好我們的下一代，起碼由我們這裡做起，即雖然今天來聽的這裡不是說哇幾百萬人啊，咁多，我哋唔好香港全香港咧，可能諗哇，全香港咁多，而家我唔知幾多百萬啊，總之好多人咧，哎呀，我哋只不過一小部分，我哋有冇咁嘅力量咧？係有嘅，我哋由我哋教好下一代，佢哋做好咗之後，然後佢哋就係將來嘅主人啊，佢哋能夠懂得愛護環境，佢哋能夠學好傳統文化，其實傳統文化咧。這幾年呢其實外國人開始留意到，因為他發覺，中國人原來有很多好東西，所以孔子學院呢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呢都起了孔子學院，孔子像，孔子學院，是外國人去學，我們中國人呢還有些跑去外國去學人家的那些東西，其實自己有寶，即等於自己拿著個金飯碗你跟人家拿飯，你自己拿著個金飯碗跟人家拿飯，你自己本身已經有很多好的東西了。譬如我今天講這些，其實都是我養生老師教我的。
如果你問下時下嘅年青人，其實真係唔識嘅，係一啲都講唔到。你同佢講講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你睇每一件事。所以就算男女嘅配搭，一間公司、一間企業入邊咧，你有男有女咧，係好過淨係男或者淨係女嘅。啊，大家諗嘅嘢，大家諗嘅嘢咧，你一陰一陽咧，先至係配搭得最好嘅。即係嗰個太極咧，其實一路一路係活嘅，一路一路係喐動嘅。佢喐動到去達至到佢平衡。就算今日我哋見到咧，社會度有啲問題出現啦。其實佢哋一路會喐噶，只要我哋咧由我哋做起，我哋自己嚇，我哋自己嘅心念，我哋發出一個善願，我哋都祝福香港，祝福我哋身，唔係淨係自己個家庭嚇，你一定要諗大啲嘅嚇，你個個諗大啲，我祝福香港，我祝福祖國，我哋嘅國家，我哋係中國人，咁你發覺除咗你自己屋企好，即係你有咁嘅心嘅話，當你個心闊咧，你啲仔女個心都闊噶。如果自己的心窄咧，仔女個心都窄，仔女跟你噶嘛，即係好似咁如果你俾一啲零食仔女，然後你會話俾佢聽，嗱，淨係俾你食噶，你唔好請同我食啊，呢個好貴噶，你淨係自己食好啦，你唔好俾人食嘅時候，唔好俾人見到啊。你發覺咧，你嘅仔女以後咧，佢都會係佢做任何嘢啦，可能第日咧到你老咗嘅時候。哇！我呢啲好貴噶，爸爸媽媽唔得啊！我呢啲好貴，我自己食啦。你細個嘅時候咁樣教我嘅，即係我哋咁樣教嘅時候，你啲仔女就係咁，所以我哋嘅心闊啲。你夠去幫人食得幾多咧？係咪唔會因為食咗嗰度少少而令到佢嘅健康差咗啊？又或者你會令到你有任何嘅損失啊？其實唔會嘅。當你個心大啲，你闊啲嘅時候。你譬如大家都會很關心財呢樣嘢，你越係放手譬如咁啦，你我咁樣舉例，我哋越係唔執著個財，我哋咧去幫好多人，你個心起碼平衡咗，起碼冇病先，冇病你就可以翻到工，你咪可以工作表現好啲，你咪揾到錢咯。即係呢個我哋咁樣去睇啊。但係如果咧我個心情都好窄。咁你咪會個心咪唔平衡咯，咁咪容易病咯。你病咗點翻工咧？翻唔到工咪揾唔到錢咯。咁呢個惡性循環噶嘛。你咁樣去諗嘅時候，你發覺，我哋個心要闊啲，係闊啲，人都健康啲。啊，咁啊，你每一日咧，你見到所有嘢咧，都係好嘅嘢，每一日都係新嘅一日。我嘅老師教我哋咧，只要做到今天比昨天好，咁就得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來自唔同嘅家庭背景啊嘛，有啲可能你由細都已經喺好好嘅家庭背景分佈之下咧，已經係好知書識禮啊，學得好好啊。咁有啲可能你細個嘅時候父母佢根本冇乜文化，唔識得點樣教，我哋嗰個人會來自唔同嘅背景。咁但係其實唔緊要噶，你一路學一路進步咯。只要今日比尋日好，我老師甚至乎可以舉例子咧，佢就話。如果譬如個賊，佢琴日咧，佢琴日偷咗只牛，啊，今日咧偷只羊，嚇細只啲啦，咁佢都進步咗啦。雖然都係偷，今日偷細咗，聽日偷只雞，佢俾佢一路一路進步啊，到後屘咧，佢就乜都唔偷啦。其實佢進步緊。咁我哋如果我哋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嘅，我哋都要支持，唔可以就話，佢今日佢都仲係偷只羊喎，呢個都係唔得噶啦，變唔到啦，改唔到啦。你俾個。正向的思維佢，佢進步咗咯，偷少咗咯。當你咁樣去睇嘅時候咧，你發覺所有嘢都係好，你身邊所有嘢都係靚嘅。咁你每一日都活喺咁好嘅環境，咁靚，咁值得感恩嘅環境底下，咁點會唔開心咧？呢度有首歌播俾大家聽。我入邊咧有個 song 嗰個 folder 咧，有一首歌《數天數》。數天數咧都係有聽過啊！我嘅老師咧係播過俾我哋聽嘅，咁我都覺得啊，即係大家聽下，尤其是今日嚟咧，我哋大家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啊，跟住大家咧十年後、廿年後學咗嘢，出咧大家仍然係可以咁青春啊、咁健康啊。咁聽完咧，聽完首歌咧，會明白咧，我哋好多嘢唔使咁執著。嚟，我哋一齊聽下首歌。如果識唱，可以跟住一齊唱。
其實佢都係冇人，即係無依無靠㗎啦。
咁就同即係嗰個大嗰、那個啦嚇、啊，年紀年長啲嗰、那個嗰、那個盲人咧，嗰、那個孩子咧就同佢講咧，不如我俾我跟住你啦，我都無依無靠，俾我跟住你啦。咁佢周圍去彈嘅時候咧，咁有啲人咧就俾錢佢哋啊，彈得好聽啊嘛。咁好啦，日復日啦，咁年紀大嗰、那個佢會年紀大啦，咁就會老會死噶嘛。咁佢死咧。細嗰個咧就好傷心啦，佢就因為佢本來係無依無靠，咁同佢一齊嘅咁即係嗰段日子咧，其實係佢人生入邊咧，佢覺得係好幸福、好開心嘅日子啦。咁而家頓時間佢嘅依靠冇咗啦，咁佢好難過。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大孩子啦，咁佢同佢講咧，佢就話你唔好擔心，佢話咧師傅我咧已經幫你。即係幫你準備好咧，嚇、啊、幫到你可以以後可以睇得翻嘢。你睇得翻嘢咧，其實你就可以嚇、啊、做你即係自己想做嘢啦咁樣。咁佢就話嗱，你有張紙收埋喺個琵琶入邊嘅。佢話當你彈斷咗第係一萬條咯，我都唔記得一萬條啦。彈斷第一萬條嘅琴弦咧，咁咧。你就可以開咗嗰個琵琶入邊嗰張紙，睇嗰張紙嗰度有一條方，可以幫你醫好你嘅眼睛嘅。咁佢就好開心啦，即係師傅臨終俾即係俾呢樣咁珍貴咁好嘅，可以幫到我睇到喎。咁咧佢就咧好，即係個心就滿懷歡喜啦。咁啊每日就彈斷一條咧，佢就好好咁收埋個罐入邊，哇一條啦，好跟住彈，會繼續斷噶嘛，第二條啦。如是者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路彈，哇！開始9999條啦，哇！佢好開心啊！我仲有一條，我就一萬條啦。其實佢之後彈嗰啲已經越彈越起勁，越彈越好聽噶啦。其實佢後邊嗰段時間，因為彈咗咁多年啊嘛，同埋佢越彈越接近嗰個數目嘅時候，佢就越開心啊嘛，彈得就越好聽嚇。個個行過咧都覺得哇非常好聽，到佢真係彈斷啦，佢話哇一萬條啦，咁咧佢就去開咗嗰、那個即係整爛嗰、那個咩，真係入邊摸到真係有張紙嘅喎，咁但係佢盲噶嘛睇唔到噶嘛，係咪？咁佢實要揾人幫佢睇噶嘛，咁佢就揾咗個人幫佢睇，你幫我讀下究竟點樣可以？我師傅留俾我嘅好珍貴嘅，可以醫好我對眼嘅一條方嘅。你幫我睇下係乜嘢嚟嘅？跟住咧，嗰個人睇乜都冇事嘅，冇嘢。跟住嗰個咧，佢就大笑咗，哈，即係大笑啦，我唔識學佢嘅笑。咁樣，咁你佢大笑，你覺得佢點解大笑？傻笑啊！佢，你覺得佢點解？佢嗰一刻個心情？恍然大悟到个咩道理啊？原来就系一片空白。原来就系一片空白。佢个世界入面就系一片空白，但系师傅咧俾到佢个天空。如果咧冇嗰张纸咧，你估佢仲可唔可以弹到吓嗰几廿年弹到个一万条咧？仲可以人生咁开心，一路弹一路好开心。你有一個希望，你喺個心入邊嘅。其實呢個故事咧，都即係俾到我哋知道咧。如果當你咧，你個心入邊，你仲有個希望啊！我哋頭先都講啦，我哋個願景，我哋諗大啲，我哋有一個期望咧。喂，呢個世界會好靚嘅，或者你而家未去到咁大，你而家就喺呢個家，你期望。你個仔女，我睇到佢將來又點叻，嚇！睇將來點啦，去幫到人有幾大嘅貢獻，可以做到啲乜嘢大嘅貢獻，咁咧你就會人生你發覺你越嚟越精彩噶啦！你過住每一日，你都係，所以其實有時好多嘢，我哋點解話中國人講話上由心生，境隨心轉，個境係當我哋個心。你個心諗一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就係、是、其實誰知道答案？誰知道答案咧？就其實就最好知邊個好人，邊個壞人，誰都知道曬噶啦。啊，係我哋人都唔知啫，誰都知道。其實誰知周圍嘅嘢都知㗎。
所有嘅嘢，萬事萬物都知道嘅，係我哋自己人咧就察覺唔到。所以如果有啲修行修到咁上下咧，佢哋咧去觀察呢個好人壞人咧，佢哋唔係睇個樣嘅，係個感受，係個感覺嘅。感覺嗰、那個呢、這個善或者係係啊，好似我都聽過都。係我唔記得係睇邊啲書睇過咧，話就算獅子老虎啦，見到如果係即係聖賢嘅人咧，佢個道德咧個德行咧好高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感受到嘅，佢獅子老虎都唔會咬佢，唔會食佢嘅。啊，咁當然壞人咧，佢其實亦都係感受到噶啦。咁呢一個咧，上人心生，境隨心轉，其實已經有科學實驗已經證明咗俾我哋睇噶啦。嚇、啊，咁有幾多位睇過啊？睇過嘅，水之答案，水之答案，啊都好多人睇過啦。係咁得啦，咁大家都明呢個道理啦。如果你睇過嘅話，咁咧就係我哋一點一滴入心做起。嚇、啊，不如咧有冇嘢想問啊？我哋互動。我看到這個圖又不想浪費 我想說多一點關於這個圖，先看看這個圖。今天講養生，講大家，你有時候會聽說急救呢，按哪個穴位啊？有沒有聽？人中。那為什麼按人中呢？為什麼就可以急救呢？大家知不知道我們人呢，我們的穴位你覺得是哪裡是我們的中間？是心肚臍心口肚臍，還是你覺得哪裡是我們的中間？有些人覺得是人中，有些人覺得是肚臍，會把其他想一下，不要緊，這個錯不要緊的，心的中間，我們都叫膻中穴或者痰中穴，痰中穴人中，真的人中是中間。我哋人中咧就真係中間喎，我哋有時聽武俠片話任督二脈啊，任脈咧喺前邊，我哋今日講陰陽啊，任脈係陰嘅，督脈喺後邊嘅，督脈咧就人中上去，督脈喺後邊係陽屬陽嘅，咁點解咁人中咧就得咧？嗱，就其實就係呢一度人中咧，就喺呢度。好，呢一點。人中咧，你刺激佢，本來佢停咗啦，本來佢係唔喐噶啦。你刺激個人中嘅時候咧，等佢有交通咧，等佢會喐咧，等佢喐翻咧。本來佢停咗啦，佢唔喐啦，就係呢度咁樣。你去刺激個人中咧，佢係中間咧，等到佢咧會喐動翻啦。咁佢咧，所以就可以急救，令到其實就係等我哋話打通任督二脈嘅時候，聽武俠片話同你打通任督二脈就係咁嘅道理。即係去我哋插人中嘛，你唔係輕輕撳喎，真係插個人中嚇，所以就可以幫到刺激到佢，可以令到我哋入督同埋可以可以交通到啦，咁你個人就可以醒翻，可以甚至可以救翻條命嘅。冇嘥個圖嘅，既然畫咗，我會唔會仲有乜問題有關於養生嘅，可以想知多少少可以係啦，我哋可以大家一齊。一齊共鳴。係。我想問下咧，最近我想知道話有呢一個位咧，拍打呢個位都幫助係咪嘅咧？其實我哋成隻手臂咧，唔單止呢度，其實成隻手臂去拍打都係有幫助嘅。尤其是我哋夜晚七至九嘅時候咧，有一次講剪流柱啊嘛，夜晚七點至九點咧，行緊心包經嘅時候咧。心包咧，心包其實你西醫好難講，心包其實就係、是你保護個心臟嘅。咁我哋咧心包經咧，其實喺入邊嘅。咁你又唔知道，我哋就唔緊要，我哋成隻，總之嗱，我哋隻手啦，入邊有肺經嚇、啊，有心包經嘅幾條經絡喺度嘅，淨係呢隻手。咁你唔知道究竟佢係行，譬如一隻手指咁樣行入唔同嘅經絡嘅，你唔知佢邊條咧，唔緊要。你不知道哪條，總之你就整隻手拍上拍落、你拍完入面拍出面，你總會中啲經絡，我告訴你、你這樣入面拍完拍上拍落，跟住拍出面拍上拍落，
咁夜晚七至九嘅時候，我哋腋下咧，你揾啲大拇指去撥腋下。好啦，點樣為之撥中咧？你大力嘅喎，你發覺撥完之後咧，你個位哇，你隻手痹咗，咁咧你就撥中咗啦。你撥佢係真係撥佢嚇。咁我哋個亦都心包經嘅去，咁就可以將啲心包嗰啲積液咧可以清走啦。咁我就身體健康，同埋夜晚七至九咧係心包係主起，就要開心嘅。我記得我嗰陣時候我仔咧好細個，我仔而家中學啦，佢小學嘅定係幼稚園啦，唔好記得，好細啊。佢睇電視喎，我又唔想俾佢睇咁多喎。咁啊七至九，跟住佢就話俾我聽，佢話七至九要開心㗎，要睇電視，因為佢我洗手間咧就會買啲書，所以有時呢個都係個方法。你想啲小朋友睇咩書咧？咁佢去廁所咧，其實大小便咧就應該正常嚟講嚇，即係最正確嚟講咧就應該專注嘅。咁啊細路仔咧未可以去到好似你咁專注嘅時候，佢又係中意攞啲嘢搞下，咁啊入邊擺啲書上去睇啦，咁啊擺咗本漫畫嘅易經喺入邊嚇，漫畫睇阿陶細你中意睇啊嘛。咁啊，漫畫個易經，咁佢又講到，即係七至九要，因為佢有跟我去學養生嘅，我細細個佢就跟我一齊去學噶啦。咁佢就知道，主起要開心，佢媽媽要開心噶喎。咁即係你冇得講啦嚇，俾佢開心一陣間睇一陣間電視啦咁啊。咁你夜晚咧，其實你可以做。咁當然你唔係夜晚，你其實平時做都得嘅，不過嗰個時辰做就更加好配合翻嗰個時辰咧。咁所以你其實拍入邊拍出邊一陰一陽啊嘛，你拍曬佢陰陽平衡嘅都係嘅，我哋嘅兩側嚇一邊係肝經，一邊係膽經，兩側我哋去拍上拍落，你都可以幫到我經絡疏通嘅。好，仲有冇問題咧？好咁好咧，咁我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感謝大家。